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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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喊起他脚直不中中啊？我吃的是真的。我都不吃。今儿多吃点吧。嗯。下午还干活儿，下午去压油去。这啥面呢？不是饸饹面。嗯。你那碗尿弄可脏，我不吃那碗。给你端着碗，你叫碗碗你。哎，你这水也好喝哈。今儿饭吃的真是不赖啊，这是就是促进一下乡邻的感情吧。每天不是每天啊，经常会组织一些大锅饭吃，就是以后我可能还会出现个就是好婆婆呀好媳妇的，就是这种集体性生活啊。虽然他们咱弄的好吃，脱了暖的脱了，干活。你想从哪里？嗯。你不先去自己看着办。厨房都得洗碗。哎呀，这汤成喝了可能。我说过两天组织的好婆婆，这个那个，你觉得你是好婆婆不？嗯，那是当好不当啥？好有点脱了，跟谁说好有点脱了。你说咱听见的脱了，咱脑子听小的脱了。暖暖好了，哎，你说啥？咱们跟人家犟了，不跟媳妇犟，俺不跟媳妇犟，媳妇说那咱听着脱了，这脑袋听小的不中了，脱了。哦，这就是你的好婆婆的标准。那你咋弄？咱们跟人家吵，不跟人家闹，不就脱了？不找你的事儿，不就脱了？是吧？嗯，中。